飞鸿愚蠢，外腰油桶暂时不搬了。北市龙江路的外腰油桶，小红和小绿最近爆红，民众抢拍引发当地塞车。昨天现场还是大排长龙，有民众投递外腰油桶明信片，邮差也是照常收件。单张6块，然后邮票3.5，加起来9.5。而中华邮政原定将小红小绿搬到忠孝西路北门邮局前，文化部前部长龙应台昨天在脸书贴文，认为小红小绿是集体的会心一笑，热情不愚蠢，但搬到别处去才是真正愚蠢，使一个活生生的记忆变成两个坏掉的油桶，没意义的铁罐头。你什么呀？我们护华里属于是养母吗？他们是生母啊，他怎么可以把我们搬掉呢？哦，你是养母的对啊。中华邮政昨天紧急宣布，小红小绿暂时不搬，将原址保存，未来命运会在2周内决定。董新闻，我宁愿让他塞车，就是不要让他搬走。报道。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公民，每月独家爆料2则以上照片或影片，如采用当月就发20000元奖金。爆料拿奖一举数得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元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。全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，爆料请打电话或用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